免球将被视为违反体育精神的行为，会受到组委会的处罚。 Conceding a rec before opponent finishes is prohibited, which will be considered a violation of sportsmanship and be punished by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欢迎来到中国河北秦皇岛秦皇岛银行乔氏杯第十一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 Welcome to China, 河北秦皇岛, Bank of Qinhuangdao and Joy Cup, the 11th World Heiball Masters Grand Finals.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四阶段败部第二轮第17至24场的比赛。 Next up is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fourth stage's loser's bracket.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 The following are the referees and players of this session. 一号台裁判员李亚帆，记录裁判员刘凯。 Table 1, referee 李亚帆, record referee 刘凯。 运动员英国选手杰克惠兰。 Jake Whelan, the UK. 中国选手单宏宇。单宏宇, China. 三号台。 裁判员于美子，记录裁判员刘法恒。 Table 3, referee 于美子, record referee 刘法恒。运动员，中国选手赵汝亮。赵汝亮, China. 蒙古选手格刚奥日狠。格刚奥日狠, Mongolia. 五号台。 裁判员冯雅琪，记录裁判员范文涛。Table 5, referee 冯雅琪, record referee 范文涛。运动员，中国选手石汉卿。石汉卿, China. 中国选手王信仲。王信仲, China. 八号台。 裁判员傅依染，记录裁判员张毅。Table 8, referee 傅依染, record referee 张毅。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莫景浩。莫景浩, Malaysia。蒙古选手道达木丁贾木奇。道达木丁贾木奇, Mongolia。 12号台裁判员温馨，记录裁判员宋明明。Table 12, referee 温馨, record referee 宋明明。运动员，印度选手庞卡阿德瓦尼。Panka Advani, India。蒙古选手俄铁木真。俄铁木真, Mongolia。 TV2号台裁判员徐锦言，记录裁判员何秀红、张星星。TV2 referee 徐锦言, record referee 何秀红、张星星。运动员，中国选手戴勇。戴勇, China。菲律宾选手杰弗里·伊格纳西奥。Jeffrey Ignacio, Philippine. TV1号台裁判员刘媛媛，记录裁判员张月秋、张娜。TV1 referee 刘媛媛, record referee 张月秋、张娜。运动员，英国选手凯利·费雪。Kelly Fisher, the UK. 菲律宾选手佐伦·阿拉纳斯。Zoran Alenas, Philippine.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Now let's get started. 你好，凯利·费雪。你好，佐伦·娜娜。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权的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
废血获得开城选择权。欢迎收看中国河北秦皇岛秦皇岛银行乔氏杯第十一届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全球总决赛的 TV 台现场直播。大家好，我是张庆勇。那么在下午这个时间段的 TV 台直播呢，是有两位国外的球员，首先来自于英国的凯利费雪对阵来自于菲律宾的佐伦阿拉纳斯，比赛限时150分钟，抢13局，这也是第四阶段败部的第二轮。这场比赛打过之后，输掉的球员将会被淘汰。我们在第四阶段啊，双败到底，最后呢是败部冠军跟胜部冠军啊打最后的决赛。比赛开始，对峙，凯利费雪开球。好，右边红三进。白球呢在开球线啊靠左边的一个位置，选球右上方7号，再来看一下下方5号球右边底带是有下的，而女子球员是受让后一，所以6号球啊这个位置是可以作为剪掉的一颗。这时候看一下想法，就是左上四下来2-1，然后呢这边5-6号剪掉，叫黑棒，就是高到低不留球了，上方。好，选了一个2号，我来看看这个角度。还可以，中带这颗呢可以叫右下方的5号。可以稍稍带一点点低杆。哎，白球减速。简单叫位就是右边底带打进呢，8号呢左中。第一局，凯利费雪胜，比分1-0，开球先排。
要紧，佐罗阿纳斯开球。 首先来看一下选球，左下方底带花色，左中花色，右边一个比较好打的六。Extension。 所以说，我们再来看一下红三这边啊，这个位置的红三中带呢，它不是很好去发力，所以说角度上是很关键的。这种斜向的，从右向左去薄，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 10 seconds. 前面用过延时了，抓紧。好的，打进下来，黄一打进，给左边这颗单色呢可以让一个带口。那后面呢，也可以考虑用红三下来去叫制球点啊，离得最近的这颗。 顶了一下花色啊，这个球稍稍顶的有点靠右边，再靠左边一点点的话，这个中袋肯定是可以打了。那么现在目标球跟白球离得太近，这个球也比较薄。 来看一下中袋。 可以，右上还能打，白球尽量的要从右边边过啊，中高杆发力到左边，红三较近一点。 这球打的果然有菲律宾球员的这个风格啊，旋转用的特别多，而且很熟练。第二局，佐罗阿拉纳斯胜，比分1-1，黑球清台。
第三局，卡利费雪开球。 左边再薄，白球弹出来，看中带，角度向下，这边十二号球呢，来看一下叫带口，叫中就需要往下多走一些，叫底的话要小心四号球。 直接来，好，解掉，中带。 中式台球俗称黑豹，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是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第四局，佐拉尼纳斯开球。
开球，白球吊带，先后自由。继续右中向下轻轻一顶，左边一点黑八，稍稍有点轻，哎，这个角度有些大。可以，减掉十二，继续中带。还是取胜，比分3-1。第五局，凯利费雪开球。
卡利菲姐这边开球也是白球掉进了右边的中袋。 先后自由，好，白六号。 10 seconds extension， 角度是自然向下的。这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单色在下方五三二，包括黄一都可以正常的叫下方的底带跟左边的中带。如果说要清台，那就是黑八现在要找一个带口，看是不是要顺势。 嗯，换球了，选了一杆花色，没有出效果。那再来看凯利费雪。 10号左下。 发球右边边库，11这个位置呢是不用去处理的啊。女子球员受让后移可以剪掉。好，再来，左边推弹起，上方有中，下方有底带。 中袋没有打进，薄了一点。看看菲律宾球员啊，左轮阿拉纳斯。 首先是红三，来看这个位置，上方有一个单色啊，与花色稍稍有点贴得近，这个杆球有机会可以上去带一带，换球了。 又打过去一颗，传进一颗，也是在去想，对方有两颗球，啊，与自己的单色球相贴，不好进攻，不好兴台。女子球员受让后移，只能剪掉一颗，目前是两颗。 稍稍难打一些，勾一下，红三，右中。
非常强的一个左塞，有效果。白球稍微的靠上，还能保，还能用类似的杆法继续左塞底库，再往右边 K。有这球，标球，这个位置打太薄了。看一下费雪，自由球，上方两颗，哦，摆角度。稍稍往前蹬一点点，流向下，看看有多直。下方球叫中带是合适的。中在这边，好，力量稍大了一点点，在这边看选袋口，右中，白球左上方去，一杆连打带防。选了个底带，好，再来看左轮阿拉纳斯，左中出来两库，轻轻蹭了个薄边，好，继续打击中带，稍带一些低杆，底库直接上去，右边最少两颗底带可以过渡。二七，这个六号球呢要下一些低杆，可以的话左塞可以挂一点点。换球了，没挡住，来看这杆长台的右上，可以，啊，这杆球，白球跟目标球的距离非常近，这进球点上也是要看得很仔细，啊。
好，再来打进之后呢，轻推向上，左边再来校中带，看方向。那这里面要看你八号球的带口，较小面呢，摆球就可以往左边多推一点，较直一些。想要用低杆出来七八同带啊，这颗球可以校成斜向的角度，类似于现在这种六号打七。 第五局，海力士所胜，比分4-1。 第六局，左轮阿拉纳斯开球。 右中，再来看一下左边。二号向上角度，上去要六，六下来，右边中带这个位置，或者说现在打完二之后呢，打一个五号的翻中带啊，因为这个翻带菲律宾球员还是挺强的。 上方六，后点打进啊，下一些低杆贴着右边边框往下走，右塞用一些，下方中带这两颗左边的带口都是可以打的。
左下有带一些中低杆，边库弹起，左下。 六局，左罗阿维纳斯胜，比分2-4，开球清台。 七局，凯利菲雪开球。 左上方过线进，一个球可以盯两球次。 右边呢有一颗花色啊，可以去传带口的另外一颗花色。 但是呢，把上方的黄衣啊，可以挤一挤。打完之后，左下方有底带的花色可以去衔接。好，看左下。14。哎，角度合适呢，再调一个10。 左上两颗是肯定要打一颗的，直向前，有向右边角度的话，中低，有角度没问题。好，推弹起来，小面儿，看方向。 还有一些向上，有角度，发力的一个中杆。 好， 立杆尾了，第一杆上来，看看位置。 这个白球位置的话，左边的中带会角度有点大。
继续看一下上方十一号的一杆啊，反角需要准度。 好球，两步下来看中袋。自己还是会写胜，比分5-2。开球清台。 左罗阿维纳斯开球。 Illegal break。 看一下费雪的选择，打还是重新开 ？Keep going or re-break? Keep going. Okay. I'm turning. 接着打。 继续打。 下来，白球，两边各一颗中袋。这里边我们来看看选择啊，最右边中袋那颗。 跟黑八上方这颗，也是这盘里的关键点。里边有一个作为后羿要剪掉。好，先来看这个角度，并不是可以直接向下的角度。推过来，左下方有九。 看看这个位置，还是有向右边的角度。
扣出来，一蹭，这个位置有点意思。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中啊，这是没问题的，角度呢，感觉上还是有点直，然后是左下。其实现在还要再确认的就是这个八号球的带口。高杆，叫右中。卡利克选胜，比分6-2。19局，卡利费雪开球。梁中进。再来看右下方停带口，明显看到的是右边的花色，下方底带和右上的四号球，花色，尤其是在57位置的9号，横向的右向者，左边底带，这个进球点。好，看9号，而左上方单独离黄衣比较近的那个花色呢是。要看情况的，因为这里边中带11这边如果说可以去处理掉，那上方10就有机会可以去衔接 K 球或者交位右上角。
哎，看这方向，有多直，能交位就轻轻一推，啊，自然右上角，教直低杆下来，带口又14，过渡黑八。 准度，下低杆左边下来，好的，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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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局排位被锁下，比分7-2。开球清牌，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Time out for 5, 10 minutes. 转眼时光的进度条，走过了25年。这25年，我们陪伴千千万万，走过春夏秋冬，牢记使命与责任，坚持精诚与担当，投入价值与创造，守护每一份信任。 不负每一份期待，我们赋能实体经济，用心用力为地方实事出谋划策，保驾护航。我们扎根本土金融，全心全意为惠及民生反复斟酌，精雕细刻。我们探索便捷科技，至善至美，将数字化融入生活服务点点滴滴。 我们追求改革创新，重塑金融智慧想象，从每一个细微出发，拉近新的距离。我们在意每一个需要，在打造金融服务的道路上，每一步都竭尽全力。25年时间，已然给出了答案。我们期待您，请听您，服务您。 我们是秦皇岛银行。乔氏金腿追分神器提醒您，精彩比赛马上开始。天鹅酿酒集团是一家全球综合性酒类集团，在立足亚太、聚焦中国、放眼世界的全球战略引领下，以葡萄酒酿造与品牌塑造为核心理念。 历经12年的探索奋进，已经成为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最具影响力的葡萄酒企业之一。企业获得澳大利亚优秀出口企业、中国葡萄酒市场年度价值企业等荣誉。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集团董事长、澳大利亚葡萄酒烈酒协会会长李卫的悉心引领。 集团旗下核心酒庄天鹅庄的荣誉从未间断，产品更是屡获国际大奖，现已成为中国市场影响力和美誉度前3名的进口葡萄酒品牌，并被多个机构选为重要活动的指定用酒，更是频繁出现在国际体育赛事、文娱活动等重要活动赞助上，为嘉宾助兴。天鹅集团。 坚持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和品牌运营的全产业链直控战略，坚持深耕上游。目前，在澳大利亚拥有3大酿酒基地，沿着百年葡源一路走来，在跻身世界一流酒业集团的征途中，天鹅酿酒集团秉承以匠心酿造美酒，以诚信拓展商机，以创新。
铸就品牌的经营理念，大踏步地向前进。开启技术冲模式，开启暴力冲模式，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振红胶边，声音小，弹力大。国内权威橡胶高分子专家合力研制，领先的制造工艺和设备，恒温无尘车间打造台球职业联赛所需标准，冠军500万乔氏大师赛官方供应商。振红胶边，均匀反弹，铸就一流打感，保障公平竞赛，持续助力中式台球职业化联赛，制造好球桌，胶边选振红。护翼台球灯具采用最新无蓝光护眼技术，拍照直播不失真，畅玩又健康。针对掘金九球、中式八球、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护翼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不畏磨砺，披荆斩棘，十年一剑，只为把最好的给你。野豹球杆，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佐伦·阿拉纳斯开球。暂停结束，继续回来看球。前面第一阶段的九局，目前凯雷菲雪7-2领先5分。左中打进，来看一下上方，有传，5-1，停到这儿，来看看左轮阿拉纳斯这个上方两颗花色，首先14右上角可以打，并且白球呢顺势向上可以 K。 那这个点位的话，你现在不去做一些想法，比如说帮进呢、破坏呀、或者 K 开，那自己后面是很难进攻的。一打一 K， 但是右上的14
主目标球是没有打进。四号球的左中漏机会了。那这个位置来看啊，四号球打进，下方中带右边七，再往下二六上去叫黑八，左边上方的五号不用管了。还有一点点向下，继续带一些中低杆往下走，可以叫双位二六，类似于一个三角形的顶端的位置。好，二打进，六号留的稍微直一些，低杆上去。Extension。强行的薄一杆。第十局，凯利菲险胜，比分八比二，开球清台。啊，不是 ，sorry。第十一局，凯利菲雪开球。中带进球。看一下这个局面，右下方一颗单色，左下方十一花色，右边有一颗库边球，下半台三个花色，单色也是三颗，那花色里面有一颗右边的边库是可以不用打。
十一。太多了，这个低杆走的有点过头。十二上去，看力量。右边后来是有些挡啊，就进球点的位置线路上。左下再来调，可以到之后呢，中带自然敲到白球，还有一些可以向上的角度，再往上走。中区把十四号呢继续叫的稍稍的正一点啊，留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好，再来看十四，两边叫，中杆中低杆。新子还是费所胜，比分9-2，开球清盘。第二局，左轮阿拉纳斯开球。Illegal break. Next illegal break, you will lose one frame.累计两次开球失机了，菲律宾球员左轮阿拉纳斯。再有一次开球失机，将会被判负一局。
Keep going on, we break. I can continue. You break, okay. Continue. 重新开球。I'm gonna play. Okay. No. Keep going. Yeah, keep going.选了继续进攻，中带打进，左边九号球的角度稍稍有点大，看位置，再弹起来，上方十四，继续。这个二球呢，可以稍稍立点杆位啊，稍稍带起第一杆蹬下来，下方球呢是可以交中带的。稍显犹豫啊，因为左上方这个角度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可以自然用高杆轻推就可以交位的，需要你发力的蹬左边边库，或者是立杆尾用中低杆蹬下来才可以。对，抬一点杆尾，带一些低杆，来看一下角度，向上横向的往右边推，十二号球。高杆。这时候呢，就需要一杆稳定的进球啊，准度。过来再看看十一，这个角度呢，杆法可以稍低一点点，力量放轻，白球横向向左，顶到黑八呢也是没问题的。右边有十一中带，好，出杆位置合适，打进十一呢反向黑八。海利菲雪秀比分10-2。快台给您，就上蹭个够，进口国产随你挑，不仅品种全，而且更省钱。你想买的台泥蹭个够都有，球房要省钱就上蹭个够。
第十三局，凯利费雪开球。先等一下，裁判将这个摆球值取掉。有些时候，这个球与球之间相贴的比较近，就会比较麻烦。看一下左轮阿拉纳斯右中打进白球位，左边直接二号范中带，还可以有一些向下的角度。再来右上红三向下有角度，底带再调啊，上方中带的角度会稍微有点大，因为这个八号球的左中跟右下都是有的，所以用这两个球，无论你叫黑八叫左中还是叫右下都是可以的。这个位置还有点够，换球了。那打中带这边的话，就要避开上方的九号。你从右上走的话，你就要带一些中低杆的右塞了。我再来，还是底带这颗高杆。来看右上角两库右塞中低杆，还可以八号球叫右下方，
正常推高杆是很容易上方撞酒。好的，非常酷炫的一个杆法，左塞很强。三局左轮，阿拉纳斯胜，比分3-10。第14局，左轮阿拉纳斯开球。加力炸，也不去纠结这个技术型的开球了，有球进。不过这杆球并不是说开得特别的分散，大部分的球还是在下半台形成一个小球堆。往上来，花色，右边中带有传球。打后，从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凯利费雪，没有选定颜色，费雪还是可以选。左上10号，右下7号，女子球员受让后衣，啊，左边4补这个位置，如果你选单色，还是要去调一些细致的位置去处理一下。打一 K， 这个位置上方单色没有进球点了。看到4的话，应该也是个包边。
右边黄衣很薄的一杆，翻过来接到薄边停带口，看这个位置，凯蒂费雪红三有没有想法打包边，左边边库贴一杆，用三号啊跟上方的单色做一杆防守，并没有挡住，瞄一瞄，传球下来一撞，看看有没有借力的效果，可以进球。继续的停带口，没帮进，右上看这杆要不要去攻一杆，黑八现在下方底带是有下的，上方的五四中带跟左下方底带后面是可以交位的，右上方带口现在有一个黄一，六号球可以剪掉，No time for extension，没有延时了。Ten seconds。Five。看白球黄一，啊，这球可能还看到，不会是整颗啊？来看一下这个进球点。
扫，还是稍稍偷一点点左塞。换球了，直接五号球，一杆准下，稍带点低杆横向蹬出来，上方十四、十号大缝隙向右上，没问题。好，再来看这杆，这杆就要稍微打薄一点啊，从左边过来的话，左塞用点点，减掉六。打薄，继续带一些中低杆发力向下，右边带口球过渡，左边两颗，好的，看十一跟十二之间的过渡，留一点向上，十二这边呢是可 K可交位，右边的这个边库，好的，来看这杆球，用高杆的高一点和低一点的打点去控制白球，交位就正常，杆法稍低一点点，蹬过去往下打，还是轻轻的 K 了一下。那么再来看这个杆球，还是向下角度，交位呢就正常的用中低杆蹬两库就好了，要 K 球你杆法就再低一些，左塞挂一些，
四子凯利夫所胜，比分11-3。数据，凯利菲雪开球。Half time passed. OK。进球。好，我们来看一下选颜色，选花色，底裤中间一颗，左边中带上方一颗，两颗这种裤边球啊，是比较难。而选单色呢，右边中带上方一颗四号，左边中带下方一颗五号，所以这个球形要选比较好处理附近的这种难度球的一组。好，上方六号，看这个位置有没有想法啊，带一些低杆右塞往四号球那边去 K 一下。稍稍多了一点点没 K 到啊，这个球要是勾正了叫到三，那这局面就打开了。发力打了一个杆没进。好，来看一下阿拉纳斯中带，直接打后了。看看费雪红三这个位置角度有没有机会可以把四号这边的高杆 K 一下。K 到，还要再拼，四右中轻推下来可以叫七。
再来，右下角。犯规。花色。首先，十号。看这杆啊，高杆下方有一 K， 刮到包边，停袋口，但这个白球没有完全贴库啊。这个位置的话，来看看费雪的想法。拼，黄奕还有打，上方底袋高杆横向出来，想做防守，打黄奕打稍稍靠左一点点，下低杆用白球可以把袋口的花色呢帮进。直接进攻，上方底带。那么左边留了一个传球，看这个传球角度怎么样。感觉还是有点直，不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高杆 K 的十一号这个位置的一个角度。黄一有下，太厚了，有一些吸库的效果。这样的话来看，二号有翻边库，这颗呢还可以帮。翻进。这样的话，剪掉左边库边球，黑八这里准度。这个杆球呢，轻推
白球左边行进方向呢，也是奔着带口的花侧球去的。这样刚好，八号平带口，左边给你帮进，继续的给阿拉纳斯施加压力。看一下费雪，有解球的想法，顶不下来。看白球是不是有薄了，有打，先来看左上啊，带低杆下方有 K 球的想法，角度有点大，先过来。不好 K 就正常的叫底带或者翻中。目前左轮阿拉纳斯的这个翻带的成功率还是很高。小心马甲，不要碰球，这个位置有点危险。好，右上。
数据，卡利菲雪社比分12-3。AR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六局，佐罗阿拉纳斯开球。看一下开球。两次开球时机了已经。阿拉纳斯开球时机 illegal break， 两三次。然后判负了。3-4，是判负一局，然后赛点局。You win, this, yes, yes。第16局，卡利菲雪社。比赛。本场比赛结束。嗯。卡利菲雪社，恭喜恭喜你们。好，我们再次恭喜来自于英国的卡利菲雪在第4阶段的败部的第二轮赢下比赛，还可以有机会继续在败部征战。那么来自于菲律宾的佐伦阿拉纳斯呢，也很遗憾的结束了本次的这个比赛之旅。好，这个时间段的直播先到这里，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18:30再见各位。